这里的狂风暴雨就是这么做出来的。云顿凤梨很好吃，但你吃过玉兰花凤梨和樱桃凤梨吗？民雄鬼屋探究竟，听在地人说鬼故事。周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走进民雄，聆听风土人情老故事，传承与创新，看见在地生根的力量。